踢滚球失败了，高抛球也没接住。为什么就不听话呢？医生要强的小学生再来几次。有点小紧张。成功了。如果你也有失败的时候，记得要像我这样，不要轻易放弃努力。妈妈说，失败就像是纸老虎，要鼓起勇气坚持努力，打败纸老虎，成为台上发光的自己。夏天杯比赛前几天，呼宝怎么哭了？原来是呼宝训练时被自己的牙套扎到腿了，这太难了。无礼貌吗？虽然及时处理了，还能比赛吗？几天后，上场前教练细心叮嘱，呼宝虽然受了点小伤，还是坚持流畅完成动作。家人们，给呼宝点小心心鼓励吧。艺术体操女孩认真又美。粉丝看了呼宝艺术体操比赛视频，给呼宝打了1000万加分。粉丝们太有眼光了。粉丝还想看呼宝跳舞，继续给呼宝打分。想得美！来个挑战1小时速成舞蹈吧。家人们，这是呼宝第一次尝试跳现代舞，期待住了。看着有点东西，快给呼宝点小心心加油。这次呼宝跳现代舞，你们给打几分呢？家人们，呼宝这球接得真不错，期待住了。哎呀，可惜了。家人们接着看，别划走，就差一点。我看这回有戏。家人们点个小爱心鼓励吧。呼宝今天第一次表演什么？因为上次公开赛开场太紧张就掉了，先练练上次失误的滚球。呼宝好认真，再牵牵球会给我带来好运气。呼宝上场表演了，果然开场两次滚球丝滑顺利，转身路跳一接住了，这个球抛得好高，被手接了。看现场好紧张，这些高难度的跳抛转侧手翻看得我小心脏砰砰跳。呼宝都接住就完成了，家人们，呼宝真是太赞了。家人们，呼宝怎么哭了？原来是开学练一体抛圈没接住。作为一生要强的小学生，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四次不行，这次行了。演艺术体操给女孩带来什么改变？更美更自信。来看看呼宝这三年的变化。8岁自信小女神，习惯变得更自律。元阳比赛，练两家练。那就一起去看看呼宝练艺术体操吧。呼宝在赛场上每个美丽自信的瞬间都是在训练馆持续认真训练换来的。训练三年，呼宝体态变得更健美，人也更自信。这些专业难度的动作呼宝做起来轻松自如。呼宝的梦想是成为专业艺术体操运动员，走向国际赛场。家人们，快给呼宝点个小心心，鼓励他为自己的梦想继续努力吧。你们也要像呼宝这样找到自己热爱的兴趣，坚持付出，收获更多。由于呼宝一直不停地练艺术体操，不停地练，练完路跳，练地面搬后腿转，又练视线外滚球，再练个路跳弹球，还要练更难的大跳弹球、路跳抛球。终于呼宝练到去参加全国比赛了。家人们，给呼宝点小心心加油。到呼宝他们上场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呼宝他们拿到全国赛第三名，继续加油，下期见。家人们，呼宝又来艺术体操比赛了，五人集体圈徒手圈的三项第一。呼宝每块奖牌都咬一口，金牌的味道是甜的。2023圆满了。看到呼宝在这了吗？看到后面，看看呼宝他们是怎么拿第一的。这圈抛得好高啊，看得我这老心脏有点小紧张。呼宝他们这一抛一接都很稳，小伙伴们配合丝滑。家人们，给他们点爱心加油吧，鼓励他们每一次都不放弃，未来越练越好，在赛场上自信又美丽。一口气跳完了2023热门舞蹈。到底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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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
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轰隆锵啷锵啷锵，轰隆锵啷锵啷锵。哦，你是不是来了？我是来给你过礼的。爸爸，粉丝想看呼宝跳 flower。姐，礼物大 PK， 看看姐妹谁的礼物得票多。输的跳黑月光 ，PK 开始，先猜哪个？猜我的，猜个小的。Round one， 盲盒。胡宝知道妈妈也喜欢猜盲盒，猜这个大鸡腿儿。希望妈妈一直陪我们一起玩。喜欢扣一，猜猜一姐的大箱子有什么？两大袋，摸着软软的。继续看，好大一只鹅，你们猜这袋是还是鹅？两个女儿陪着妈妈太暖啦。喜欢扣二，继续拆礼物吧。Round two， 包治百病，看看一姐送什么？在旧包上画了两朵云，太有想法。Three。胡宝送的帽子眼罩，夏天戴太酷啦。一姐送的是好鞋，喜欢胡宝送的扣一，一姐送的扣二。胡宝，粉丝想看你扣斯克洛米。知道了。今天的任务是，前买一点点草莓熊，先令胡宝一直认真训练，取得了好成绩。马洛的公仔梦。胡宝喜欢带香味的熊在哪儿呢？是这个吗？真有淡淡的草莓香味。要了，这个抱枕又轻又软，拿下。姐妹俩都想要个钥匙扣，那就正好有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本儿给胡宝写日记吧，冬天太需要手套了，姐姐带合适，摸着又软又暖。胡宝该换发带了，还有袜子，还有睡觉必备的眼罩。看看收纳盒，这个盒子两边带磁力，有啥用？可以放锅卡、火漆、小零碎。姐妹一人一个吧。又是满满的一篮子，猜猜这次花了多少？一共是。去接胡宝下课啦。胡宝，今天计划做好了吗？在做呢，一起来看看吧。今天太开心了，我学会做电子手账了，想学的扣一。马上就要过春节了，祝你们春节福多，财也多多，过个开心年。过年都要准备哪些东西呢？妈妈给准备拜年穿的古装，漂亮的花灯，大红中国节莲花灯，鼓鼓的红包，还有鞭炮，想想就特别开心，心里充满了干劲儿。你们的新年计划是什么呢？一会儿你们看看我的。我们的目标很像，那就一起加油吧。我的第一个目标是早睡早起，第二个目标是学好书法和国画，第三个目标是艺术体操比赛要拿前八，第四个目标是学好街舞，第五个目标是学会做一种蛋糕和披萨，第六个目标是每个月至少满足一个粉丝的心愿，多发福利，多做公益，记得把你们的心愿告诉我。祝亲爱的你们新年快乐，兔年兔飞猛进，大展宏兔。打卡哈利波特对角巷，不会咒语怎么玩呢？这回帮你把咒语手势都总结好了，快点赞收藏吧。 Revelio 极极显形， Incendio 熊熊火焰， Herbivex 速速生长，是小写的 H， A little momentum 减震指数， Finit incantatum 快停下来， Descendo 应声落地，Ascendio 上升咒， Wingardium Leviosa 抄起来吧， Silencio 我也试试， Silencio Ventus 起风吧，你们学会了吗？